Hello everyone, this is Chen Guangying from Buyi Tribe. Let's have a chit-chat with her. 你好，请问您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吗？不是，几次了。对，我们经常都出来，我来这里都今年第四年了。哦，那现在的心情怎么样？现在的心情怎么样呢？很高兴啊。很高兴。对呀、啊。你能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您的这个作品吗？我这个作品啊，我中间这个就是大平花，大平花我们在这风向上的意就是平安吉祥，就是这样。那您有信心赢得这个比赛吗？还可以吧。还可以。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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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